该行了，你打算什么时候？你是不是忘了我谁啊？四个五，六个六，开！哎呀，韩哥，你这马上要去台湾发展了，要不咱今晚玩个大的？有点意思，谁怕谁呀？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，来呗！我这边跟朋友喝酒打赌打输了，要不咱喝两杯？现在该你好好表现了，帅哥，我们再喝一杯吧。嘿嘿，你要吃早餐吗？我给你做点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昨晚喝断片了。没关系，这种情况常有。哎，你今日我裤子在哪儿吗？不知道啊，可能就在房子里吧，你找找。我们昨晚玩的开心吗？就那样吧，没什么特别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这经验不是特别丰富。啊，你以为我们上船了？你可不是和我上车啊。不好意思啊，误会了。嗨，帅哥，你的衣服。谢谢啊，昨天到我房间的。那我裤子是不是也在你房间？没有，你昨天进来的时候就没穿裤子。那我们是不是还那个了？我记得你，你是昨晚在酒吧的那个姑娘。我又救了你一命，你该怎么感谢我啊？柯涵离开了厦门，但是我和李音在一起了，开始了我们美好的生活。但是，婚后的生活没有想象中的美好，这才是我婚后的现状。
西晋同学，你这是新造型啊你啊。李总好，于总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。你看什么呀，还不快去走，上班了。我先走了。讨厌的，你这没欺负我。哟，我们亲爱的星星这是要去参加时装秀还是 cosplay 啊？哎呀，我们亲爱的星星啊，今天在于帅跟夫人面前出丑了，好可怜哟。怎样？莲花是工作去啊。李总。请进。您的咖啡。这个送给你。您是干什么呢？工作呢。你。到办公室来去。进来。什么事情了，老师大人？你少跟我嬉皮笑脸的，看看，自己看看，看看你们做的什么鬼东西，做了整整一周就出来这么个方案，你自己看看，你不嫌丢人，我还嫌丢人呢。行了，别讲了，重新做一套方案，要再做成这样，你就别怪我，出去吧。哟，星星姐心疼咱们于帅了。你那小屁孩，男女之间亲亲爱爱，说你也不懂。天一席地，愿得一人心。哟，姑娘雅兴呀。约吗？约。在哪儿？世贸酒店。莫非你是酒鬼？敢不敢来呀？去就去，谁怕谁？
到了，不会逗我玩呢吧？在哪？你从电梯上来到三楼。我是超人，我来拯救你的，来吧，宝贝儿，蹦！哇哇，这群人猎物！我到了，你在哪个房间？303房间。哭什么呢？我会对你负责的，乖啊。我有事先走了啊。神经病啊。我手机呢？敢偷老娘东西。进来吧。没想到你还长得挺不安全的。坐。你不会真是让我来喝酒的吧？你说呢？看来你也不是什么善茬，你的眼珠子都快把我勾进去了。看不出来啊，你都快要把我生吞了。大中午的做这个，你是做什么的呀？该不会是……做什么很重要吗？重要的是大家各取所需了。我管这种关系叫做午间情人。午间情人？有点意思啊。哎，美女，那这么说，从现在开始，咱俩就是情人了。再约喽，拜拜。Hi, ladies, have a good time.嗯，我于帅受刺激了吧？你脑子坏掉了？我看呀、啊，是你脑子受刺激了吧？魂儿都没了。不乐意。喂，韩哥，
鸽子，想我没？哎，今天晚上出来喝一杯。行啊，正好我也正想找你呢。那晚上见面聊。那老时间，老地点。行。回家吧，你先走，我这还得加下班呢。哎，对了，车你开走啊，我自己打车回家。行，那我先走了啊。于总，这么晚你还不回家？要不我留下来给你打打下手？不用，你先走吧啊，我还这还有一会儿。真的不用啊？那我走了。好的，拜拜。拜拜，路上注意安全啊。加班呢，这么会就走了。顶班的温存，我踮黑暗的故事中，找出最后的可能。潘哥，哎，你小子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能怪我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身不由己，哪像你啊，现在是科大总裁。喝一杯吧，喝，来一杯，来。哎，你慢点喝，今儿酒可不打折我。怎么了？今儿唱的哪出啊？嗯，甭提了。我现在觉得我特孙子，啊不对，比孙子还孙子，挺羡慕你。事业上风生水起，人钻石老王，大爷，你才老王呢。哎，其实啊，谁都有难言之隐。告诉你吧，鸽子，哥哥我已经隐痛多年了。什么？潘哥，哎，你可以啊，哎，你不把我当兄弟了是不是？我也是一言难尽呐。你也知道，在外企，公司内部是不允许谈恋爱，更不用说结婚了。所以。算了，不说了。
喝吧。来来来，喝一杯。哥，来来来来来，喝一下啊。好兄弟。你回来了呀？啊。你先睡吧。我给你热一下汤。不用了。老公，说要加班吗？加班？哎呀，我这不是想老婆了吗？少来啊！在路上跟朋友小喝了两杯。嗯，你少微心，怎么一股酒味儿啊？行不行啊？不行就别逞能啊。再吃点这个吧。我吃饱了，上班了。这么快就吃饱了？嗯，晚上我可能回来的比较晚，不用等我了啊。好吧。那你晚上记得自己吃饭啊。啊。哦，你走。你进来。我们的咖啡。你尝尝这次怎么样？谢谢啊。嗯。哎，对了，欣欣，
你通知一下，让设计组准备一下，待会儿开个会，给李总汇报一下新修改的设计方案。OK。去吧。大家好，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呢，是针对之前方案的修改成果进行一下汇报，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。下面请于总为我们讲解一下。各位，针对海岛宣传推广方案的设计要点，我们设计部呢重新进行了一下论证，然后设计了一套方案。该方案最大化的突出了海岛项目的旅游资源优势。这就是你们一帮人加班加点拿出的方案，这就是所谓的超前设计理念。你们把资料交给 A 组，这个项目你们不用参与了。等一下，李总，我们设计部在于总的带领下工作了整整一周的时间，我觉得整个方案完全的体现了项目定位以及未来功能性规划，完全可以满足客户的需求啊。你一个小助理刚入行多长时间，懂什么规划？行啊，做回第几个自己呢？不知道，感觉不是很好。为情所困吧。那就是喽。哎，你倒是看得透啊。开心是一天，不开心也是一天。出来聊聊，见个面。我不和陌生人见面的。我是熟悉的陌生人。12:30，海上世界咖啡馆。那好吧。不见不散。帅哥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中午有事儿，下回喽。哼，扫兴。帮我放我桌上吧，谢谢啊。啊，大窗怎么没有出去？
走啊，痛快一点呐、啊！我到了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楼上的咖啡厅，身穿白色的连衣裙。帅哥，你找我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这认错人了。你好，请问你是一梦浮萍吗？先生，请问您喝点什么？啊，给我来一杯拿铁。好的。你穿这件白色裙子真好看。谢谢。你也比我想象中更帅。你好，先生，您的咖啡。好，谢谢。客气。喂，柯大总裁。嗯，喂，鸽子，忙什么呢？晚上有没有空？咱兄弟出去放松放松啊。今天什么风啊？啊？那好像说，当然有好事了。这样吧，咱们见面聊。那就老时间、老地点见面聊啊。天这么好呀，有什么喜事啊？没什么喜事。哎，你找我有事啊？没有，没有。没事忙对吧？啊，咋了？啊，哒哒哒哒哒哒。哎呀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！这么早？那必然啊。有情况？嗯，升职了。来，再来瓶酒。哎，谢谢啊！获得男权解放，真的就男权解放。还有啥能让你这座紫火山喷发的呀？啊，哥，我要是跟你说，我走桃花运，你信吗？景真的，你小子可以啊！哎，你是不怕你们家那母夜叉了吗？啊？哎，什么样的艳遇？跟哥哥说说。哎，啊，我最近啊遇到一个貌若天仙、堪比嫦娥、赛过貂蝉的。拉倒吧，我看呢、啊、是赛过凤姐，堪比芙蓉吧。哥，说这话，那你不就是想跟我有劲吗？哥，行行行。改天呢
带给哥哥给你鉴定鉴定啊。没问题，哥哥哥哥走了走了走了啊。你在干什么？忙吗？还行。你呢？在做什么？我在家里没什么事儿做。你中午有时间吗？女神约，那必须得有啊。我想出去散散心，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？我带你去个地方，你保证喜欢。好。老地方，我接你。中午公司聚餐时间快到了，咱们准备出发吧。我这边中午临时有点事儿需要去办一下，就不跟大家一块聚餐了啊。不是提前说好了吗？说变卦就变卦呀。我是真的有事儿，操，下回请大家吃大餐好不好啊？这次就不算了啊。讨厌讨厌讨厌。哟，亲爱的，你这啥情况？又被咱于总打入冷宫了吗？怎么？觉不觉得于总最近特别奇怪？有吗？他最近每天中午都出去，回来的时候兴高采烈的，手舞足蹈还哼歌。你不会真受刺激了吧？哎呦，啊，李总好。李总好，好。你们两个是不是太闲了？女夜叉。前面那辆车。好嘞。罪名你告是你昂哦，我上讨厌这有家庭的打包搁在外面七创八创。麻烦您跟紧点。好啦，无问题啦，你坐好势啦。
给你钱。免啦免啦，超费就免啦，爱为阮男同胞出口气，也要为你们女同胞争口气啦，进去啦进去啦。谢谢啦。哦，进去进去。好嘞。笑起来的时候真好看。谢谢。你最近中午都不在公司，跑哪去了？我不过是跟朋友在楼下咖啡馆喝咖啡聊聊天儿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最好，管好你那些小丫头骗子嘴。你回来了呀。嗯。你今天出去了？没有啊，我一直在家。没事，别乱跑，天热。哦，好。
老婆，我最近有一朋友从台湾回来了，一直叫咱俩去他家吃饭来着，咱就一起去呗。谁呀、啊？可汗呐、啊，就你之前认识的。哦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之前在酒吧那会儿，他还特别特别羡慕我，说我找了个如花似玉的大美女回来。嗯。哎呀，去吧去吧，相互认识一下多好，就当增加一下两家之间的革命友谊啊！我说你，好不好？谁跟你革命友谊？哦。睡觉啊，睡觉，睡觉。哟，这谁家美女这么漂亮啊？哎呀，兄弟兄弟，终于见到你了，终于来你家了，来了啊，那留吧，这么客气啊，你需要有啊。林啊，五年前你可是我们这帮屌丝的女神呐，嗨，当年再怎么样，现在也是黄脸婆了啊，黄脸婆了，不行了。思明，过来介绍一下我兄弟。你们来了呀，马上就可以吃饭了。怎么了？来，介绍一下啊，我兄弟，一哥，弟妹李音，我太太思敏。嫂子好，嫂子气质真好。那你们先坐，我去盛饭。行，去吧。来，坐吧。哎，都五年了，连你们之间最重要的时候都过了。于哥也这么觉得，没有你这个兄弟，他也会有点寂寞。啊，对，我想先上个厕所，你们先聊。嗯，去吧。啊，屋里，思敏带你去。好。咱俩先喝一个。需要帮忙吗？不用了。我为什么是你啊？很羡慕你们呢，生活总是那么有激情。还好吧，我跟你嫂子生活方式比较单一，我忙着工作，她呀就照顾家里。哎呀，所以圈子也比较小，朋友也不多。我跟鸽子呢是发小，好朋友好兄弟。既然现在大家在一个城市，平时啊就多走动走动，啊，啊，好，来吃呀。不要被我老公看见了，你出去吧。
怎么去了那么久啊？快点儿！等你呢，来，先吃点啊。嫂子真贤惠，这些菜都是你做的吗？嗨，哪能跟弟妹比呀、啊？听说弟妹是女强人啊。那可不，当年啊，鸽子，你在弟妹面前就像只小绵羊。现在也还是小绵羊。是啊，公司所有事情都是我在处理。于哥还不上进。要不？你跟嫂子好好学学厨艺吧。行，我看这样好。鸽子，以后啊，你主内，你妹主外，好吧？来，就这么定了，走一个。走。玉总，玉总，哎，什么事儿？李总通知设计部11点开会。行，好的，我知道，我准备一下。嗯。以后还是不要再见面了。我明白。我想跟你见个面，想好好谈谈。我不想再见了。我必须见到你。于总不在，我给他打过电话了，他没接。行了，不用等他，准备开会。你老实告诉我，你们于总最近中午在忙什么？今天这么重要的会议竟然给我玩失踪，到底干嘛去了？你说。我在你家楼下了。你走吧。我必须要见到你。说吧，我有话对你说。那你等一下吧，我们换个地方。思敏，世界上有太多的巧合，却偏偏被我撞了。美好的事物总是短暂的，在没有遇见你时，
我的情感世界已经空白了，是你重新让我唤起了对爱情的信心。我没有奢求我们这段关系可以永恒，只是这一切都来得太快。我知道我们现在都难以维系这样一种关系，但是我想要让你明白，我爱你。爱你的心一点一滴被深深的占据，背叛了的约定，舍不得让他哭泣。我们到此为止吧，我不想破坏你们确定深爱的感情。很感激你点燃我对生活的激情，不再是一个人步步围的困在那个笼子里过着一个人的生活。我以为我们可以很好的保持这份关系的，但是造化弄人啊。或许这就是一开始注定好的结局。你怎么不开灯啊？你干嘛去了？这都几点了，手机也打不通。我来了个朋友，然后一起去吃了个饭，这不太久没见了吗？不知不觉就聊太晚了。这手机没电了。是吗？你个王八蛋！那你是王八蛋你！
少年阿天都得大，跟你们玩家了吧？人家少年人真是好地大。要走吗？欣欣啊，我桌上那几株植物我送给你了，帮我照顾好它了。于总，我有些话一直藏在心里面没敢跟您说，我知道有可能这次不说的话以后就没机会说了。我知道你有可能根本就没有在意过我，我就是一个特平凡的女孩，相貌不出众，能力也没多强，但是你知道你特别特别爱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也知道永远得不到他的爱，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？我的爱挺简单的，我就是想每天待在我喜欢的人旁边，其实看看他就挺好的。你能留下来吗？我想每天都看见你。于总，我爱你。Thank you.
喂，鸽子，都大半年没有联系我了，干啥呢？我在国外旅行呢。哦，这么潇洒呀。行，那等你回来找我啊。哦，对了，告诉你个好消息啊，我快当爹了，恭喜我吧。恭喜呀。韩总，您的咖啡。谢谢。好喝吗？嗯。送给您的。行。没事的，先出去吧。帅哥，约吗？舍不得让他哭泣。